看看新闻网。最期待少年派在全球慢慢升温，获得了良好的成绩，更是获得第85届奥斯卡11项提名，但李安却表现得十分淡定。外传李安跟安吉丽娜朱莉将合作新编《埃及艳后》，李安承认确有其事，只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剧本，坦言自己也很期待。他也写信给我了，希望能够合作。当然我们都是仰慕很久了，那我还没有看到剧本，所以没有办法跟你回答这个问题。他们说年底要给我看剧本，我还没有看到。当然那个计划本身是很有吸引力的，不过也是我想那个成本会蛮高的，所以我会很小心一点。